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神秘的温室，我吃饱了。哎呀，不是还有剩饭吗？我已经吃饱了嘛。一来劲儿呢，就盛太多吃不掉了吧？因为我原以为能吃得完嘛。这可是农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大米呀，千万别浪费了。我不吃了，我走了。啊，小丸子，真是的，也太不像话了。就这样，小丸子的剩饭变成了妈妈的血肉。早上好。早上好，小丸子。发生什么事了？大家都一副认真的表情。喂，小英，有关于神秘的温室的传闻听说过了吗？神秘的温室？据说那温室坐落在隔壁镇上一个古老的空院里，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个男人搬进那空院住了下来，很可疑呀。怎么回事啊？那边邻居看到过好多次，在白天的时候还一直鸦雀无声的温室，一到深夜就开着灯，还有个男人进进出出的。他在做什么呗？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似乎在培育一种奇怪的草。奇怪的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像是食肉的草。什么？吃肉啊？是吃牛肉猪肉什么的吧？不可能吧。不，难道是专门吃活着的动物的食肉草吗？慢着慢着，在这和平的清水市能被允许培育那种危险的东西吗？太可怕了吧。我不要这种事发生。所以呢，放学后我们一起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吧。我不想去，那也太可怕了吧。我跟你去，宝贝。我要不要去看看呢？小丸子，太危险了。但是我稍微想看一下。最终小丸子是为了看恐怖生物而来的。就在这里面。毛骨悚然呢。不，虽然是白天，但是怪物要扑过来的味道扑面而来呀。好像里面没人。可能还是要到晚上才会有人的。你们三个，你们在这里偷看人家家里干嘛？我们可不是什么可疑人物。你们如此惊慌就已经很可疑了。那个，我的球踢到里面去了，但是好像没有人在的样子。我下次再来吧。喂，快走吧。就是这样的，没错。我们先走了哥。啊，那家温室的事情我也知道哦。据说一到晚上那里就会亮起灯来。对对。但是似乎那个男人还会在温室里自说自话呢，明明都没人在。是吗？原来是这样。好可怕啊。第二天。昨天的探访不是很顺利，今天我们一定要找出温室主人的真面目。太危险了，别去了吧。昨天不是连警察都来了吗？那个房子很奇怪，所以警察很有可能再去巡查的。你害怕了吗？不，并不是这样的。不，
你明明很害怕。里面似乎没有人。好嘞，走进去吧。我们这么擅自闯入别人家里的话，还是不太好吧？害怕的话，你可以不跟我们一起去啊。可是，怎么了，猪太郎？是佐佐木，是佐佐木爷爷呗。你说佐佐木爷爷怎么了？在温室里面呗。住在这个温室的青年，名字叫做龟一郎。在大学里是做植物方面的研究的，前不久他跟国造神木打起话来。好伟岸的树啊，几百年以来他都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这个地方。是啊，我们世世代代都一直守护着他。你是不是很喜欢植物啊？是啊，在大学里我一直都在研究植物。哦，所以你们才认识了。有的时候他也会过来帮我照顾树木。哎，不好意思，家里只有茶了。哎，冰冰，那个你去问问他呀。那个我可以问你点事吗？什么事啊？听别人说你在培养某种食肉的植物，是真的吗？哎，食肉？哎，讨厌了，冰冰，你不要这样贸然提问嘛，不可能有那种东西存在的，你问这种事真不好意思啊。明明是你叫他问的。食肉性的植物是存在的哦。而且啊，它们还会吞食整个完整的活物哦。这些呢是食虫植物，以虫子为食物的植物称之为食虫植物。哎，我是第一次看到呢。形状好有趣啊。喂，因为听说是食肉植物，我们就把它想象得很可怕呢。这种食虫植物呢，通常又被人们称为食肉植物，所以啊，有些人才会把它们说成是吃肉的吧。什么呀，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形状好像花蕾一样啊。对，这叫做猪笼草。看呐，里面有一些液体流出来了，看到没有？像水一样的东西进去了。对，猪笼草的内部表面十分的光滑，猪笼草会将滑落的虫子消化掉，用作养分。好厉害啊。对，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叫毛膏菜，你们靠近一点看。叶子的尖端有像蜜汁一样的东西流出来。啊，看到了。这种草它的味道很香甜，可以吸引昆虫飞过来并将它们粘住，那样呢，那些逃不掉的昆虫就被消化成为养分呗。没错。好厉害。哥哥，那个是什么呀？这个叫捕蝇草哦。捕蝇草是很容易栽培的，所以园艺中心等地方也会出售。哎，我都不知道。虫子在这里一停下，它的两片叶子就会马上闭合，虫子就逃不出去了。哦，这的的确确就是在吃啊。长得小还觉得挺可爱的，但是如果这些长得很大的话就可怕了。救救我，我被消化了。不，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吃虫呢？呗，很好吃吗？呗，这是一种特性，它们并不是只靠吃虫子生存，和其他的植物一样，也依靠水、太阳和土的养分来生长。那为什么呢？大部分天然的食虫植物都主要生长在养分并不是十分充足的自然环境之中。所以捕食昆虫就是为了补充不足的养分。不捕食昆虫的话会枯死吗？但是这个温室里的植物不会枯萎哦，因为养分很充足啊。但是呢，把虫子消化后吃掉的话好像有点残忍呢。就是啊，很恐怖呢。我不这么认为哦。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都是依靠别的什么生命而存在的吗？因为我们吃的蔬菜、鱼、水果都有生命，
大家都是依靠他们生存的。哦，对呀。由此看来，食虫植物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一说起喜欢食虫植物，别人就会说我好奇怪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些拼命生存的家伙真的是很可爱啊。相反的，那些总是把食物剩下扔掉食物的人，我反而觉得他们那种人才更加残忍呢。啊！今天真是谢谢您了。下一次有空你们再来玩哦。我会再来的呗。那个哥哥，最后我还有件事想请教你，可以吗？什么？你在午夜的温室里自说自话，那是真的吗？好讨厌呐，被看到了。那个，我因为要经常去大学里面做实验和研究，在家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回来时就会和他们打招呼。这么做是不是很奇怪啊？有一点儿。我吃好了。啊，我吃得好饱啊。等一下，妈妈。哎呀，真难得啊。没什么，我吃饱了。与众不同的哥哥和食虫植物，不过最重要的是有所领悟的是小丸子。小玉的失败。没事的。啊，小丸子，你的裤子。这个怎么办？还是快点回去叫妈妈缝补一下吧。知道了，但是这里的花让我来恢复吧。啊，那对不起了，小玉。明天见啦。你干了什么？这些花才刚开始开花，却被弄成这样。啊，我朋友想要接种羽毛球。都是因为你们在花坛旁边打羽毛球的关系吗？真对不起呀。真是的，弄成这个样子。我今天就没怎么好好的玩。明天是家长参观日，你回家作业都做好了吗？等一下就做好了。你这次不会又落下什么吧？别担心了，我这次肯定不会给妈妈丢脸的。不知道被这句话忽悠了几次。这次要以我的朋友为题目，写一篇跟自己的同桌有关的作文，明天上课时要在全班所有人面前发表，然后再相互交换。那你是小玉的写作对象？我们约定要互相写好多喜欢对方的有趣的事情呢。那么你赶紧去写吧。好。都是因为在花坛旁边打羽毛球的关系吧。小玉，明天你们的参观日，爸爸也跟着一起去，好吧？好是好，不过明天不是运动会，不要把照相机带过去了。这个我当然知道了。看来还是不行啊。你怎么了，小玉？发什么呆啊？有什么在意的事情解决不了吗？我还要写作业呢。好的。你写吧，我出去了。第二天。作业没有带。昨天晚上我明明把作业放到书包里面的。小玉竟然会忘记带东西。我还有几张作文纸。
回想一下，重新写就好了。哎，但是没关系的，还有一些时间，来得及的。嗯，谢谢你，小丸子。小玉，写好了吗？嗯，差不多了，但是总感觉写得不太顺呢。没关系的，能赶上就太好了。对不起，我本来想更认真地写小丸子的。没事没事的，我先去一下厕所。小丸子，哎呀，妈妈，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我想去厕所了，我好像有点紧张啊。真是的，听好了，上课的时候不要发呆哦。你放心好了，我这次作文也写得很有灵感，你就放心的去教室吧。糟了，没带手帕。给。哦，谢谢你，野口同学。哎呀，参观日真的好紧张啊！我上厕所忘了带手帕，小鱼今天忘了带作业，一早就开始紧张了。穗波同学吗？嗯。我想，也许他还在想着那件事情吧。那件事情？昨天我看到穗波同学在公园时被清洁员叔叔骂了。清洁员叔叔？啊！小鱼，啊！小鱼，昨天因为画的事情，你被清洁员叔叔责备了吗？哎，对不起呀，明明是我的错，难道因为是那件事情忘了带作业吗？没这回事啦，别担心。接下来，王伟同学，请朗读你的作文。是。莫南，加油啊！我最好的朋友，以我邻座的长谷川同学为首，乃至整个班级所有的同学，通通都是我的好朋友。因此呢，为了能让大家过上更好更舒适的学校生活，这与作为班长的我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不久前感冒流行的时候，我马上劝告大家勤洗手勤漱口，这样就有效地预防了交叉感染。莫南，你好出色呀。从今以后，我完美莫南作为班长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争取成为班里所有同学的手足，为大家更好的提供服务。已经成为选举演讲了。我的同桌兼好友山根同学是一个非常关心别人的好人。有一次，他把午餐时剩下的布丁给我吃，有油条的时候也因为胃不好消化，就会分一半给我吃。总之，有山根同学坐我旁边，真的让我好开心呐。小玉，他果然还是很在意昨天的事情呢。认真点。小玉到底怎么了？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没什么精神。是啊，昨天她也一直坐在家里发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接下来轮到穗波同学。是。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作业忘在家里了。什么？小鱼她居然忘带作业了？是这样啊，那么下次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过来哦。是。小玉，对不起，小丸子。那么英同学。啊，是。对不起啊，老师，这次作文我也只写了一半，还没写好。什么呀，小英也没有写好吗？那就没办法了。我知道了，那么英同学在下次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完成这次的作业。是。这孩子还说什么
让我放心去教室吧。哎，其实小丸子作文写好了。嗯，大概是因为担心我的事情，所以小丸子在课上才会说只写了一半没完成的。是吗？其实我昨天写的那篇作文，我自己都觉得写的不是很好呢。哦，那一定要好好再写一遍。嗯，真是大笨蛋！我早就提醒过你，居然还这样，自己就不觉得太丢人吗？真对不起。你今天的点心取消了。啊，对不起，打扰了。来了。哎呀，碎波先生。小丸子，这个给你。哎，这是认真写的，想让小丸子看一看。你这是特地拿过来给我看的吗？因为今天你说只写到一半没写好，其实是为了我才那么说的吧？对不起啊，小丸子。哦，应该道歉的是我才对。昨天小玉已经在公园里替我道歉过好多次了。我知道，长久以来，小玉其实一直在帮助我。没这回事啊。所以我写了，就算我是总失败的小丸子，小玉今后也一定要和我一直做很好的朋友。小丸子，啊，两个人刚才的笑容都很棒哦。哎呀，可爱可爱可爱。互相分担失败，互相担心对方的心情，他们俩的友情越来越深厚了。很久很久以前，从桃子里生出来的桃子把吸尘器冻坏了，受到了处罚，要把整个屋子打扫一遍。听了这些话之后，真是一点都睡不着了。拜托再讲一些童话故事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睡觉之前和吸尘器坏了，敬请期待哟。